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805页。805页。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。佛此于过去际现能意念是名神通，了佛陀空是名智慧。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，重要的要了佛土空啊，佛土十报庄严土，连十报庄严土都是空的，何况其余啊？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真正明了，你才能放下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不知道事实真相，认假作真，所以放不下。啊，真正通达了解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智慧。我们接着往下面看，佛此了知根性差别之相，这是神通。了甚一空啊，是名智慧。神通是了知根性啊，六根。根性差别，这个地方说的根性是体相用，各有体相用，体有体之体。体之相，体之用，这个完全是称心的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到了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，神通功德的加持。通通都得了发心身，居住的是发心土啊，这个是自信的体相用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么相上有相之体，相之相，相之用，这个了根性差别之相，这是这个根性是相中之性。那么相中之性是阿赖耶，在眼越见，在耳越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啊，这是诸根根性差别之相。这叫神通，了甚一空。啊，甚一空
是六根，根性这个之相啊，了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是波动现象，所成就的。波动现象消失了，它就不存在了。所以经上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除法性所变现的之外，阿赖耶所变的都是虚妄的。都不可得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都应该放下，不应该执着。不但不能执着，不应该起心动念。甚一空是实相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事实真相都不存在。啊，实相也是有名而已。啊，佛用了这么一个名词，实相无相啊，这叫甚一空啊。啊，总的叫我们真正彻悟了。所有一切名字相全放下了，就像老子所说的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啊。你才见到真相了。说到真相，真相心心出灭，言语道断，可以意会，不能言传。这是智慧呀。下面接着是，能知诸法，是名神通。诸法是一切差别现象，都知道。啊，了俗如幻呢，是名智慧。俗就是设法界，设法界如梦如幻，有而非有。空而不空，啊，非有非空，亦有亦空。这是智慧。说如上智，殊胜神通智慧，悉皆究竟通达了，故曰究达神通慧也。六波罗蜜经里头这一段说得好啊。啊，九大神通慧，如来的智慧，这地方赞叹阿弥陀佛的。啊，化身菩萨的智慧，化身菩萨
已经放下无明烦恼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。啊，他还有相，这个相是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所现的相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解释末后这一句，犹如神法门，犹如就是其如啊。上面这一句说明神通智慧，静音乐此通于慧也，借以法成故啊，故此名犹如神法也。啊，神通智慧从哪来的？以法而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一句说了，犹如神法门。法门，照公住维摩经。啊，维摩诘经，僧肇大师的注解，里面说，言为世策，谓之法。众生所有啊，为之门。下面这两句是念老的解释，佛所说者乃世之规则了。啊，佛所说的这些话，世是十法界，是十法界里面的轨道原则啊。为什么？它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，是真实的，它不是假的，是圆满的心得。你要依照你一定的好处，帮助你回归自信。你要相违背，你就错了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你不能依教奉行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你决定是造轮回业，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出去了，你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唯有依教奉行啊，那是超越轮回的轨道，超越十法界的轨道。这就没错了。这此法呢，是众圣人呢入道之所有，故曰之门。门是个比喻，声闻从这个门进去的，圆觉也从这个门进去的，菩萨还是这个门进去的，佛也是这个门进去的。啊，你要不遵守的时候，你就入不了门，入不了门，永远在门外。门外是十法界，门外是六道轮回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
华严大所语，如来通智有如，故号为门。这是诸佛如来，通是神通，智是智慧，前面所说的如来的神通智慧才能够有如啊！啊，这个如大乘之门、一乘之门啊，成佛之道啊，成佛之门呐、啊。又会疏曰：“出入无碍。”这叫有见识啊，自在啊，出入无碍啊，能彻奥语啊，彻是彻底通达明了，奥深奥微妙啊，语就是境界。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宇宙的奥秘啊，佛经上讲的奥语啊，这是事实真相，太深了啊！你看看前面讲神通，眼见即为色。这叫神通啊！这个地方所说的如来的神通啊，赞叹阿弥陀佛的极为是大乘经教上说，八地菩萨能见到。八地菩萨能见到阿赖耶，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。即为是，就是物质现象啊，色。后面所说的。即为身，有情心性，根性差别，啊，那么这些都属于阿赖耶的转向。啊，科学家称为信息，能生色法，啊，这是奥秘。佛清楚，八地以上清楚，佛跟八地以上讲，都懂。七地以前没有证得了，他有神通，神通还不到家了，大概色聚即位，他们看到了，即位之位也。他见不到啊！佛在经上讲这个最小的物质现象，微尘。佛说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三国以前都见不到。
啊，三国以前都有天眼的，虚头还有天眼，斯陀含有天眼，阿那含有天眼，他们见不到微尘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，我想应该就是原子。啊，三贤菩萨别教的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摄身其地一切，他们能见的色居即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基本粒子。夸克，对，他们就能见到。八地以上才可能看到极微之微，啊，现在科学名词微中子。啊，八地以上可以说出入无碍。能彻奥语，同佛之见呢？又经营疏曰：“穷本成入，像入的意思，入的意思是见到根本的。”啊，这个是比喻，比喻像树木。一棵树木，最明显你看到的是枝叶、花果。啊，再细看呢，看到枝干；再细看呢，看到根本。啊，能够看到根本呐，这叫如。穷尽本源呢，明知为是如。啊，穷是追究，追究到根本，追究到源头。啊，根本是从树木讲。啊，那根在地底下了，看不见了。源是从水说，江河发源地。啊，这河从哪里流出来的？源头找出来。啊，长江、黄河都有源头。这叫甚深，故曰深法门。讲到宇宙的缘起，很深了，一般人都不能不懂了。啊，再进一步呢，那就是更深的、最深的。更进一步呢，就见性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那真的是到了底，到了远了，就成佛了。这个不是等觉了，啊，这叫妙觉。啊，真正找到根源，妙觉。妙觉如来，不住十宝图了，十宝图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妙觉果位无时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等觉还有一分。啊，最后的那一点点还没断，没断，他就不能回归。啊，他还是住十宝图，
断尽了，他不住十八土了，十八土不见了，好像做梦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常寂光净土，常寂光净土就是真如本性，他回到常寂光。这个是究竟圆满的，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个世界，真正能证得圆满的，就是大乘佛法。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，这个问题是科学上的命题。哲学上的命题，由此可知，大乘佛法、一乘佛法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纯粹的科学跟哲学。方东美先生所谓，全球哲学的最高峰。今天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我们可以肯定是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。科学跟哲学上的问题全解决了。今天科学所用的方法是用数学推演，知道有此可能，然后再用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来观察，看到了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用心意识来认知这个宇宙，极限就到此地。心识从哪里来？能量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，永远找不到来处。只有佛知道。佛怎么知道？佛不是用数学，佛也不用科学仪器，用禅定，甚深禅定。就见到了妙觉如来见到了，八地见到，不清楚，是见到了。古人有个比喻，叫各罗望月。罗是丝。最细的丝织品，你看起来是透明的丝织品，最细的丝织品，隔这个罗看月亮，月亮看得清不清楚？很清楚，毕竟有个罗网，隔一层，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，乃至于等觉菩萨。到妙觉呢，这个罗拉掉了，圆满地看到了。这
这个比喻也很好啊，让我们慢慢的能体会到了。下面这四句偈，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闻佛甚得名，安稳得大利，种种供养中，勤修无懈倦。这首偈好啊，啊，赞佛号的功德，啊，闻佛甚得名，弥陀本愿，从18愿到27愿，一共10愿，又从第44愿到48愿5愿，这个15愿，愿愿都是因闻佛名号。永离诸我苦，终得究竟乐。48愿有15愿与名号有关系。这说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一般人念阿弥陀佛号，为什么念不好？不知道名号功德利益。他要知道啊，他会拼命念啊。啊，河北的王居士，他知道啊。他带着一般人，人数不多，念了8年了。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可以从他这里证明。啊，东北刘居士一个人。啊，这个王居士。他带了一小群人，30-40个人呐，日夜拼命念佛了，不眠不休啊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菩萨给我们现身说法了。我在这里只是说，拿不出证据给大家看了。刘居士、王居士作证。啊，他们真的一教奉行。啊，大家的成就都是6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全是这6个字。他这一帮人个个都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听到我讲经，不折不扣。全心全力，说得上勇猛精进。啊，他们自己问题解决了，也帮助许许多多众生。啊，帮助什么呢？
当作病患，医院里面不能医治的，这重病，得病的人苦不堪言，有的人苦了两三年，有的人苦了十几年。啊，到他那里去念佛，时间不长，有的十几天不痛苦了，有的一两个月完全恢复正常了。啊，在七日，家人不活的，通过念佛，佛菩萨保佑，一家人和睦相处了。业障、罪障、冤亲债主被超拔了，自己用功，以自己的功德给冤亲债主回向，这冤亲债主都往生了，都离开了。啊，他那些病就好了，不可思议。啊，给我们他这些报告我看了，给我们很多的启发，就在我们自己身边，我们功夫不够啊，没有天眼啊，没有神通啊，啊，他们至诚感动，他也没有神通，但是他能感触到啊，能感触到，他就有办法跟他沟通。啊，这些不可思议。啊，譬如这个人的病苦，不是别的，冤亲债主附在身上，折磨他。啊，他感觉到。啊，就问他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折磨他？啊，这么一问呢，这冤亲人就浮出来了，过去什么关系，被他杀害，现在要报仇，所以折磨他，叫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啊，王安居士给他开导。啊，这种冤冤相报，双方都痛苦，这是迷惑、颠倒啊！啊，你把他折磨死了，他现在是个人。能量不如你，被你控制了。他死了之后，他那个灵又恢复能量，他又来找你啊。啊，这样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那何苦呢？啊，应该跟着大家一起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样劝他呢，明白了，真的答应了。
不让他受苦，大家一起共修。啊，修了没多久的时候，他就修成了，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了。所以回头是岸呐、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啊，所以名号功德一共十五愿。愿愿皆应闻佛名号，永离诸恶诸苦，终得究竟乐。究竟乐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究竟乐。例如闻名得福愿，闻名发心愿，闻名得忍愿，这举几个例子。十方众生闻名，悉皆安稳呐、啊！得种种真实之理，是云安稳得大利呀、啊！经文上有这一句啊：闻佛甚得名，安稳得大利。十方众生闻名，悉皆安稳。这两个字，好啊！我们现在的社会迫切需要。现在社会混乱，不安稳。啊，现在居住这个地球，灾变异常，不安稳呐。我们今天希望社会安稳，地球安稳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念佛，念佛是身心安稳，身心安稳呢，外面世界就安稳。啊，世界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的。啊，从意念变现出物质现象。我们的意念不善，物质现象全都带了病毒。我们的意念正常，意念跟性德相应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恢复正常。三千年佛这样教我们，最近二三十年。科学家给我们作证，得种种真实之理，是云安稳的大理。啊，十方大士闻名得也，感恩图报啊，故广修供养，无有邪见。因为弥好弥陀名号功德，十方大菩萨、摩诃萨他们知道啊！啊，这个大菩萨是指的化身大士，《华严会》上
原教初徒以上，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些人他们知道，他们认真在念佛，他们得大利呀，所以感恩图报。啊，用什么来报答呢？叫光修供养，无忧谢君。啊，下面解释，种种供养中，简单的说，一个是财供养，一个是法供养。啊，财法这两种供养，普贤行愿品愿，助供养中啊，法供养最。金刚经上说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，这法供养。还比不上为人说四句偈这个功德大。为什么？再大的财供养只能帮助他维护生命，不能开智慧啊。法供养四句偈一下开悟了，救了他的法身慧命啊。法身慧命比生命重要啊，生命不重要。啊，所以七宝供养是生命，法供养是供养慧命。这个功德利益人不可思议。啊，哪些是法供养呢？普贤菩萨举了几个例子，第一个。如说修行供养啊，佛怎么说我就怎样做，这是真供养。啊，前面我们用香花床幡宝盖，你看到这是财呀、啊？财是表法的，那是法供养了。香，戒定慧真香啊！勤修戒定慧是香供养。知道因果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是花供养代表的。花代表修因的，啊，好花善因，啊，这如说修行供养。这是自利啊，下面全是利他。自利之后，一定要想到利他，利益众生供养啊，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拼命去做啊。
不疲不厌的，什么对众生有利益，认真的学习经教，依教修行。勇猛精进，日夜不懈怠，以这个功德回向给苦难众生，这个里头自利利他全有了，通通去除。啊，即自利，把自利的功德回向给苦难众生。这个好啊，不是自己修行都为自己，我自己修行为别人，为众生，摄受众生供养，那就更进一步了。摄受是教导众生呐、这是什么？这跟你有缘。利益众生是大众，很多不认识的，他又在哪？他是我也。我修行回向给他，供养给他，我知道他早已会受报，希望他受报轻一点，希望他那个痛苦减轻，时间缩短。他并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我们知道。他不会感恩，我们也不希望他感恩。我们应该要这么做法。那么有缘的众生不一样了。有缘众生要帮助他，要教他，你看王居士见到许多有缘众生，附在同学道友身上，他能够给他开示，能够劝他念佛，劝他认错，劝他忏悔，劝他跟我们一起来共修。最后你看，佛菩萨慈悲，把他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的利益，道场的利益，道场的什么？道场这道场甚是殊胜呐。多少同学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相信因果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因果是真的，轮回是真的，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，这拼命干个个成就。这是摄受众生供养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要有这个心呢。下面待众生苦供养，众生造业，各有各的因果报应呐，能带吗？
能带得了吗？从理上讲难。为什么呢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难呐。如果你不承认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你就不能啊。所以这个要有相当的功夫，这是觉悟啊，真正觉悟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都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，自性是自己。在众生分上称为法性，在自己身上称为自性。自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两个性，完全相同。所以自他不二，生福一体，众生跟一切诸佛是一体啊，我跟一切众生是一体，一体当然能带。众生造作罪业要受苦难，我多受一点，希望他们少受一点，这是带众生苦啊。这是大慈大悲也，那众生为什么苦？众生迷惑颠倒啊，起心动念都不善，言语造作不善啊。现在我们看众生心，众生是什么心？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啊，损人啊，利己，都是存的这个心啊。只要自己得利，再小的利益也不顾别人的死活，杀生、吃肉啊！现在这个社会堕胎这个罪业，不亚于忤逆守我啊！所以带给你的家庭不和、事业不顺利、身心痛苦、生不如死啊，遭这样的折磨，这是什么花报、果报、三途地狱啊。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，怎么来的呢？我们不能怪他，他很可怜，没有遇到圣贤教诲啊，真的是愚痴啊。那圣贤教诲在我们中国这一块大地疏忽了200年了，
啊，两百年前面一百年疏忽了，还有人讲，没有人肯听的，人不照不想照做。迷信科学啊，后面这一百年呢，讲的人都没有了啊，变成对老祖宗非常陌生，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，甚至不如外国人。啊，这样加起来丢了七八代了。就今天人无知造作严重罪业，就不能再怪他了。啊，只可以说他非常可怜，愚昧无知造这么重的罪业。啊，我们觉悟了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每一天认真修行，将功德回向给他们，啊，回向给这个世界。希望灾难纵然不能完全避免，灾难能减轻一点。啊，这些都是代众生苦供养。啊，我们有真诚心，决定有感应。啊，我们真正觉悟的人多，真正觉悟的人，诚心诚意来带众生受苦，带众生受难，灾难确实可以化解，可以减轻。啊，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个数据，地球上居民在现前已经到70亿了，那要多少人回头，多少人觉悟啊，行善，积功累德，来帮助这些造业的众生，啊，免除严重灾难，要有多少人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总人口1%的平方根，这样的人数。就可以了。70亿人，1%的平方根，不到10000的，啊，大概只有9000人差不多。9000个善人，能救得了地球吗？啊，科学家给我们提的数据。我们能不能相信？啊，70亿人造业，9000人能救他？难，真难。为什么？有理论依据。造作一切罪业的人，用的是妄心呐。妄想分别执着，这9000个人用的是真心呐、啊，真心的能量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用真心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"邪不胜正"，
七十一人造业是邪，妄心啊，邪念。这九千个人用真心。用的是正义啊，这个能量足以能够改变啊地球的环境，也真正能够帮助他们觉悟回头啊。啊，当然灾难还是会起一点作用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灾难，他不知道因果。灾难提醒他，再有人给他说明，这个灾难是不善业因感到的，不是自然灾害。啊，一定要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大自然是最完美的。自然哪有灾害呢？大自然最完美，最健康。啊，只有破坏大自然，灾难就来了。啊，今天科学技术发达，用得不当，很多这些科技都在破坏自然生态，灾难就来了。啊，人身体是自然的，维持生命必须要饮食。我们所吃的这些饮食的也要是自然的，这是最健康的。啊，今天你要把食物的时候把它改变，改基因。啊，让这些东西现在很多啊，啊，长得又大又肥又好看，没有营养啊，像芒果，你现在看芒果这么大个，一个，以前我们看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小时候芒果小小的，但是吃的时候有味道。现在这么大的芒果你吃没味道啊，改变基因，样子很好看，营养没有了，不但没有营养，有副作用这就是破坏自然了。这种饮食方式那就破坏我们身体。啊，破坏身体最显著的是美容。你长这个相貌是自然的，这是最健康的。啊，你要去整容。啊，要去改变它。啊，刚刚整出来，啊，好像觉得不错。没了几天，几年之后，病就发作了。那个时候要命了，苦不堪言了。那就是破坏自然，你应该要受这果报啊。这些例子不胜枚举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破坏的能力强了，
可以做到彻底的破坏。那么大自然的报复也是彻底的。我们学佛的同学少数啊，学佛后的真正觉悟才肯真干呢，做出牺牲奉献，带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。善根是什么？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。啊，佛经上讲三善根，我们得加两个进去。啊，再加一个就更圆满，不邪见。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。啊，这个根的反面叫根本烦恼，叫三途。啊，我常讲五毒，加上邪见六毒，六个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就是见思烦恼。恶见是五种见惑，贪嗔痴慢疑思惑。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起作用，就是造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见思烦恼来的。见思烦恼要断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一场梦啊。永嘉大师《正道过》里就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醒过来之后，六道就不见了，没有了。这是事实真相，这不是假的。难得了，永嘉大师从六道这个梦里头醒过来了。啊，那么一般醒过来是哪些人呢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啊，他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啊，这醒过来了是什么样子呢？醒过来是四圣法界。啊，你所见到的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你看到是这个境界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是秽土。啊，六道醒过来看到净土，净土还是一场梦。啊，所以六道梦中之梦啊。啊，四圣法界必须要放下尘沙烦恼，放下无明烦恼，他醒过来了。所以四圣法界
是这两种烦恼成就的。啊，无明烦恼放下了，尘沙烦恼放下了，他醒过来了，设法界没有了。啊，设法界没有了，醒过来是什么样子？叫一真法界。净土讲的四土，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庄严土叫一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境界里头没有变化，设法界里头刹那刹那起变化，所以是生灭法。一切法都有生灭。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。啊，不生不灭的意思讲得深，很不好懂。啊，实际上它还是有生有灭，时间长。从生到灭要多长的时间？三个阿僧祇劫，所以叫无量寿啊。这么长的时间呢，没有变化了。人他不衰老，永远年轻，年年都一样，所以叫一真。啊，花草树木永远是那么茂盛。你没有看到花开花落，花没有开落，永远是那么样鲜花。啊，树叶永远是碧绿的，都没有变化。三个阿僧祇劫没变化。啊，为什么？它从法性变的，也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说，唯心所现。唯心所生，啊，它是法性，神是法性土，啊，法性没变化。设法界里面呢，法性生的，但是它有时起变化，所以说唯心所现，但是它有唯时所变，唯是什么？有念头啊！你看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。它是个生灭法，所有物质现象也是生灭法，跟着念头在变啊！这样一比较了，一真法界比我们这好太多了。一真法界里头没有苦。没有生老病死苦，没有求不得苦，没有冤憎会苦，也没有爱别离苦，这八苦三苦都没有，所以叫极乐世界。啊，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，特别在哪里呢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。通通是法性身，是法性土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它没有变化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修成法身菩萨。啊，也就是常说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才能真的不生不灭啊，就真的十八度
啊，往生到十二部十报图，那就叫大般涅槃。啊，在十报庄严图，经过三个阿僧祇劫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了，所以十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。那习气断尽了，断尽这就没有了。所以十报图只有生，只有灭，没有变化。啊，那个灭了到哪里去？那个灭了就会这样真的了，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是永远不灭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十报图也不是真的，常寂光是真的。啊，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我们见不到它。啊，今天的科学哲学只能够达到阿赖耶，见不到常寂光。为什么？常寂光里都没有现象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没有。所以科学仪器侦测不到它，啊，从高深数学里头可能会发现有一个概念，现在科学家提出零极限这个概念很像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怎么能证得呢？前面讲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，就证得了。啊，这才是真正醒过来了。所有一切虚妄啊，统统都离了。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！啊，它什么都不是，但是那个能量很特别，它什么都可以现。啊，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，众生求他，求就是感，他就有应。啊，他能现身，他能说法。啊，现身能现报身，能现应身，能现化身。啊，绝不是他自己有意思，是随着众生心。众生希望见什么神，他自然就现什么神。啊，众生遇到困难去祈求他，他会现身。啊，他会加持。啊，现身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智慧德能相好，全部恢复了。这是学佛终极的目标啊，到这就毕业了啊。所以善根要勤修，菩萨的善根就是精进，只有一条啊，事出世间的善根都要真修啊，不修你所修的一切法都不善，为什么？没有根，你哪来的善？啊，做多少好事都不是真善。
为什么呢？你有自私自利，你有名闻利养。你为什么做善？希望得好报。你是有求的心的，妄心的，不是真心的。真心里面没有妄念，妄心里头充满了妄念。所以勤修善根是供养，供养诸佛，供养众生，供养菩提，这三种回向啊。底下一个，布施菩萨业供养。菩萨业是什么？业是四业。菩萨干什么事业？大乘经上常说的六波罗蜜是菩萨事业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是菩萨事业。布施也就是勤修啊，修布施，修布施是利益一切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这是菩萨。世间人有修布施为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布施的果报，财布施的财富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。世间人为什么修这三种布施？想得三种果报。菩萨不是的，菩萨修三种布施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那是为什么？是性德自然流露。是大慈大悲当中流出来的，悲心是明念众生苦，慈心是自然给予众生之乐，菩萨布施是这么个道理。绝对没有想到自己要有果报啊！菩萨的福德无有穷尽，手中自然出生无尽的宝藏。众生苦难来的时候，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啊。我常听说，说有灾难，这个灾难很严重，可能把科学技术全部摧毁，那人类要回到原始的生活。像电没有了，现在我们依靠电生活，
没有电怎么行啊？啊，电又没有了，厨房里面电炉不能用了，瓦斯也没有了，要找柴火烧灶，要回到那个时候。啊，要过原始生活。啊，自来水没有了。啊，住在高楼上，电梯没有了。想想看这种日子。啊，如果说是海水上升，大地被淹没了。我们吃什么？我们穿什么？问题都来了。啊，菩萨来救我们。哎，菩萨手中里头就能够自然流出这一些需要的东西。啊，饮食，他来布施供养你；衣服，他来给你。啊，你得病，他有一些草药，找了一些草药给你。这不是神话了，理上讲得通啊。全是性的自然流露啊。啊，我们在前面曾经引用虚云老和尚朝山的故事。啊，老和尚那个时候40多岁，身体很好啊，从普陀山发愿，啊，报父母之恩，三步一拜，拜到山西五台，一天只走几里路，啊，三步一磕头啊，走个十几里路就不得了了，啊，十几路是中国里，啊，要是算公里的话，大概一天就能够走5、6里路，啊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所以拜了3年，啊，三步一磕头，拜了3年，这种毅力可嘉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过世的父母。路上2次生病，这3年了，2次在路上生病。都在野外，四周围没有人家，这真苦啊！哎，遇到一个叫花子，这个叫花子谁呢？文殊菩萨的化身，来照顾他。啊，到外面去偷捕，讨饭嘛，讨一点给他吃。到地上去找一些草药，把他病治好，啊，照顾他10几天，健康恢复了，可以再拜了，在2个坟头。啊，文殊菩萨现身啊，他去拜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照顾他。啊，第二次呢，又生病了，哎，又遇到这个叫花子，2次。他跟那个叫花子很好，很熟了。拜到五台山，就问人，因为叫花子告诉他，他姓文，文章的文，名字叫吉，吉祥的吉，叫文吉。他就住在五台山，所以到五台山这些大厅，
没有人知道。等拜到庙里面，把这个事情告诉庙里的人，庙里人告诉他，文殊菩萨了，他才恍然大悟啊！他从开始拜山，这3年，文殊菩萨都在他身边照顾他。真正有困难就现身，你看现身，手里面出银石，出一药物给你治病。那我们要相信啊，诸佛菩萨真有啊，大慈大悲呀、啊！真遇到急难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啊，只要我们自己真诚，那个道心不能退转，不能有怀疑，不能有犹豫。啊，菩萨一定照顾你。啊，比什么人都可靠啊！人靠不住啊，啊，什么都靠不住啊，佛菩萨靠得住啊！虚云老和尚现身跟我们说法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得到启示啊，要得到信心呐、啊。真正学佛人不会遇到灾难。啊，遇到灾难的时候，肯定佛菩萨现身来照顾。啊，真正学佛人，佛菩萨一天到晚都在身边，我们没有觉察到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学佛的人，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，这一句话比什么都要紧。我们是一念妄心，感应就没有了。念念都是真心的，念念是诚意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不离菩萨意。菩萨这个六相的作业，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做到，在工作里面做到，在待人接物要做到，啊，要有布施的心，至少笑面迎人，这是布施啊。啊，见人不肯笑一笑，这是不肯布施，这吝啬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。啊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言语，要叫人生欢喜。啊，这都是布施嘛。啊，这种布施，内财布施，啊，是我们用身体的表现。啊，外财是身外之物，啊，所以要修布施。啊，言语不离佛法，最好不离阿弥陀佛。啊，深深阿弥陀佛灌到众生耳根里面去了。这法布施啊，啊，在现前这个时代，遇到一切众生，安慰他，勉励他，啊，灾难信息很多，让他对这些事情不害怕，啊。远离恐怖，要叫他相信佛法。真正学佛的人，在极难的时候，佛菩萨决定现身
来帮助你。啊，虚云老和尚这个例子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。这种例子在感应这些书里头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为什么不相信？人与人之间相处，要知道忍辱，要知道规矩。规矩就是持戒啊，把《弟子规》做到。现在做的人少啊，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，感应篇做到，十善业道做到，正佛弟子，如果这些东西没做到，不会有感应。就是不真诚，诚则灵。啊，真诚到极处，就感应佛菩萨来照顾你，感应护法善神照顾你。啊，如果你还有邪思，还有邪念，也有人照顾你，谁呀？冤亲债主啊，邪魔外道，这些东西来照顾你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菩提心是什么？真诚，真诚到极处，这是菩提心。用真诚的心去生活，用真诚心去工作，去待人接物。啊，不能说我只用真诚心对佛菩萨，其他的我就不真诚，那是错误的。一诚一切诚，一假一切都是假的。啊，那我们用真诚心待人，人家欺骗我，我不就上当了，吃亏了？没错，学佛人不怕上当，不怕吃亏，吃亏是福啊。为什么？你用真诚心，你将来决定生极乐世界；你用虚妄的心，继续搞六道轮回。我这一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，那我一切是完整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不管别人用什么方法对待我的时候，我都是用真心对人，绝不改变。啊，这是保证我们得佛加持、往生净土、亲近弥陀这唯一的一个条件呢。不具足这个条件，你往生没有把握。所以菩提心重要。这部经修行的方法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啊，真诚是体。菩提心的自受用，就是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处，这自受用。啊，所以你要保持
我们的心清净，不受染污。啊，心要保持平等，没有骄慢、骄傲、傲慢，心不平，总觉得我比人高一等，人家不如我，这个心不平。啊，要知道，这个心就是烦恼，这个心就是虚妄。啊，清净心，阿罗汉证得；平等心，菩萨证得；觉心就是大彻大悟；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所以，清净平等觉，你看，罗汉、菩萨、佛陀。啊，一层一层向上提升，我们要用这个心，不能把它失掉。一切时，一切处。啊，待人接物，我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所有一些杂念、妄想，统统把它清除掉，啊，让自己的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啊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，他能不生极乐世界吗？不可能不生呐！啊。真诚心对人就是慈悲，啊，慈悲里头自自然然是六合敬，是六波罗蜜，啊，是普贤菩萨，是大愿王，啊，自然流出啊，不需要学的，啊，为什么不学就会？因为它是心。你的心跟心得相应啊，所以这一些条目不学通通现前，自自然然都做到了，都相应了啊，这叫不离菩提心供养啊。种种供养中，念老注解的引经据典，给我们举出这些例子，例子全是经典里头所说的。又如是修行，是真供养故啊。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者，就是真供养。啊，真到极乐世界了，真见阿弥陀佛了。菩萨以闻名故，乃能于上述种种供养中，精勤修持，而无懈怠于厌倦之心。菩萨真干啊，没有懈怠，没有厌倦，日夜不休息啊。前天来到我们这来看我的王居士，他旁边的人告诉我，他每天睡觉2个小时，
日夜不放松啊，精进不懈怠啊。啊，我问他，他承认了。啊，他不知道累呀、啊。法喜充满了，不干就没有欢喜心，越干越欢喜。啊，每天干什么？听经、念佛、读诵。忏悔，帮助同学解决疑难杂症。啊，疑难杂症是最多的，冤亲债主来求超度。超度这些冤亲债主，这个工作多半在夜晚进行。啊，他对这个忙得不亦乐乎，做了多久了？8年了，越做越欢喜。啊，这样的人，他能不往生吗？啊，这是给我们实现着勇猛精进之相。啊，勤修无懈倦呐、啊。总结呢，以上皆因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真正认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他才能做到。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真干呐！啊，真有感应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行门当中，真正的道士啊，我们现在所说的教练啊，古时候是这样的。你看帝王培养太子。有三个四老师，三师，啊，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还有三个少师，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六个老师，啊，太保是教。养生之道，就是现在所讲的健身啊，健康保健。这老师是教这个课程的啊，饮食起居，他教你这个。那少保呢？少保是真干的，带着你干啊。太傅是教伦理道德，教这个课程。啊，少妇啊，也是带你一起做，啊，怕你懈怠，给你作业榜样。啊，太师是教你怎样去管理这个国家，啊，把这个国家治好，
这是太师的事情。啊，少师呢，也是辅导你，啊，让你真正去练习。啊，所以他有教练呐。老师讲了，教练来督促，啊，来带着你去做。这样训练才能成就。啊，我们在这里讲经教学，啊，礼事啊，方法境界都在经中说出来了。如何落实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王居士把这个事情落实了。啊，过去东北刘居士一个人干，一个人成就。他是带了一班人，二三十个人跟他学。他整个的这二十多个人都成就，给我们念佛人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